你的第一个诉求是，我希望能和你用特别款的手机屏保。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屏保？我用的是一张我个人去到凤凰古城旅行的一张照片，因为我个人的话平时挺喜欢旅游的，也喜欢记录生活。网上的话也流传着一句话，哎，自己的手机屏保就是自己生活的意义。一号，男嘉宾你好，我最近的手机屏保是老虎的眼睛，就挺霸气的。就是这张，就是这张。哇哦！因为老虎它是百兽之王，然后它的眼睛充满了力量，然后你经常跟它对视的话，其实是有助于自己去缓解一些不好的情绪啊什么的。二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的那个手机屏保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印尼的时候的照片啊，就这一张。印尼的火山很美，但就是爬起来很辛苦。对，然后每当我尤其是工作的时候看到我的这个屏保的时候，我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。十六号。男嘉宾你好，因为我的手机屏保是自己的照片，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，您会使用女朋友的照片当屏保吗？或者是彼此的合照？肯定会用的，这个是不建议对吧？可以接受，没有问题。你应该跟他约定，我用你也得用，对吧？不能我用你不用，这就不同步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傻啊。